讲话的请后退十公尺。回来，你还讲去金龟洲啦？金龟洲在哪里？很远呢。来来，先停一下。瓦斯炉不用的时候，卡榫一定要退回来。嗯。这是安全。嗯。再来，瓦斯炉不可以给小孩子靠近，他要煎的时候，大人一定要旁边。嗯。OK。一定知道。嗯。还有再来，他旁边都是热的，不要去摸他。嗯。在哈。在啊。在啊。我就是讲，我跟你讲。给你听的啦。不耐烦。所有的东西最怕烫伤，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烫伤它要植皮，所有的病最怕烫伤，千万不要烫伤。植皮不贵，痛苦，很痛。还要清创，把干的又创掉，搭皮都弄掉，所以千万不要去烫到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怎么煎哦，因为了方便起见，哪有？有，这样哦，你们用手，你们要让开一点，小孩子。小孩子，你一定要离开我。这边看吧，这边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你要见，一定要旁边有大人。好，哦，等一下再见，可以有大人。可以了，站在这边没关系啦。就是旁边有大人啦，我说旁边要有大人，小孩子旁边一定要有大人顾瓦斯炉，因为你来家都是。好，阿内，你这样先把它夯死之后，阿你莫去浇哦，浇也出水哦，阿内，知冇？整形就好了。好，哦，那，我忘记拿卫生纸。我跟你讲哦，我那讲好偏心了，你放心。对啊，他说停下。给他，给他那个。没有一定要注意听这里，成功失败全部在这里，除非你很会料理。嗯。经过今天经过已经 N 次的统计，是假搞的人，假搞的人，十个占八个，到尾啊拢惨痛的教训，讲煎袂起来，拢甲我抱怨。我讲来，我怎样你看，结果他哑口无声。他有技巧，他有技巧，他有技巧。第一个。